这个结果嘛，就说有一点点，就是明显的，就是说有一点那个 inside， 就是感觉就是说这个过程也只是走过场，所以大家在这里讨论呢，就说如果华人真正想参选的话，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参加起，就说要参加这个 PTA 的活动，然后要进行这个 Board of Education， 因为这些现在今天的人，所以说大家很努力，然后呢也非常支持这个 Dr. Alan Chang， 但是基本上他们自己都累定了，感觉就这样的，所以就说虽然说这次活动没有成功，但是大家还是学到很多经验，就说至少现在是个开始吧，我想以后会好一些。投票是首先是那个 name committee，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学校里有一个就是命名组，命名的委员会是由他们推荐，推荐了之后呢，再由这个八个 board member 来投票，所以那个 Dr. Alan Chen 都没有被名，没有提名，所以这个机会非常少。今天人很多，但是今天没办法投票，你只能发表意见，所以就说起不了任何作用。